如果你想使用本機進行數碼廣播錄影，首先準備一個 2.5 吋 USB 外置硬盤。如果硬盤是第一次使用於本機，必須使用本機進行格式化一次方可使用。首先將你的 USB 硬盤接駁到電視機後任何一個 USB 接口，從遙控器上按 Menu 鍵進入設定菜單，按左鍵一下到選項菜單中選取錄影設置，再按 OK， 選擇格式化，再按 OK。 系統會顯示文件系統大小視窗，按下鍵選擇 OK， 畫面會顯示格式化磁碟進度。完成后，系统会显示时宜空间设置画面，而时宜磁盘大小，客人只需使用预设值便可。按下键选择 OK。当所有程序成功完成，格式化会显示通过。